你喽，换我班长。我跟各位说了。嗯，身为一个不需要去百万台，因为你不需要，因为身为一个走在时代尖端时尚的达人呢，我的一定是要跟名牌沾上边。哎，这一个就是香奈儿的设计师啦，他的一个卡通图腾的一个帆布包。那这个帆布包呢，我为什么会带来跟大家分享呢？其实因为它的大小很适合我，因为我很喜欢大包包。然后主要呢，这个包包可以装很多我户外的东西啦，因为其实我不太喜欢带这种包包的人，可是因为是帆布包，我会觉得它是有点环保嘛。然后再来就是，这个包包是我在我自己的外景节目，大家抽到这个之后没有人要。好，有什么？因为他们嫌它太幼稚了。这个包包原本的价值要2000块，但是我用500块买的，所以我带来跟大家分享。但是它其实蛮可爱的，我觉得很可爱啊。对啊，而且这个是它的背面，然后我们看得出来。所以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个，非常的便宜，才500块，而且它的空间很大。对，那基本上我的平价包全部都是帆布。都是布的，对，就购物袋，好可爱哦。哎，你不要看它这个很，这个要钱，这个要钱，各位，这个也是2000块，2000块，真的，真的假的？这个是我做公益哦，公益跟他会换一个包包给，可是它也是很可爱，而且它可以背耶，对不对？这个是可以用，很可爱，对，单肩可以背它，很可爱，然后也可以提。是啊，这很方便呢。对，很适合我。哎，怎么没有人要做？不是做公益，你应该揪我们一起啊，大家共襄盛举。各拿一个，对啊。对呀，然后你就撇个2万，是一人送一个这样子，跟我们现场所有的人啊，既然做公益，对，好，我下次带10个过来。